午安，大家午安。奇怪，怎么那么亮？嗯？哦，等我一下下，瞧一下，这样好像好一点。好了，差不多。谢谢线上巨蟹宝宝，阿拉阳光公单细胞午安，玉人午安，六亿粗宝午安，阿洛，午安午安，漂亮，哎，谢谢。刘海变这样，我来，等下我刚刚玩动物森友会玩到一半，我先买个画，等我一下下，我先买一下画，我要去那叫什么，上网看真伪。啊，我的平板没电了。挺好的，我刘海目前不太 OK， 还买画，没错，要买画，我还在，等一下哦，哈喽桃花哥。等一下来弄刘海啦，我刘海，我原本想说那就播旁边，可播旁边发现好丑。我看一下，真假辨别指南，嗯，刘海坏掉，没错。我想想看啊，不是有很多那种假货，所以我现在先看一下下。哎，再看我的画，我看看。微平，哎呦喂！哦、oh ，好了，我知道我要买哪一幅画了。Hello， 卡丘草莓奖，谢谢柔君送的蜡。Hello， 天天，都假的，没有，有真的。谢谢阳光送的新秀选票，谢谢阳光送的巨蟹宝宝，吓死我了，我差点要买，差点按到要买，浪费钱哦。Oh，我来看看，哦，就没了是吧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黄金箔。我钱多没有没有，现在还好，有比刚刚有比一开始的钱多一点，但是也还好。嗯，我知道我要买什么了。应该是这张吧。我要买这张。它有什么沉默的名画？应该是叫林毅丢钱给你捡。我现在都叫做都丢钱给我捡。还好啦，我自己有钱。好了。噔噔噔！耶！
好了，回家。啊，怎么回不了家？是往这边走吧？哦，不是哦。啊，是往哪里走？这里吗？不是，我怎么走不出去？我怎么出不去？哦，好。这个、音乐，这就是那个、啊、狐狸的音乐。肉肉，你吃没有了？我都去肉肉那边钓鱼，他们那边鱼比较好钓。Hello， 企鹅，午餐吃了吗？还没吃。好了，回家。这个音乐，这就是那叫什么？奸商的音乐啊！他就是个奸商，他卖了很多假的产品，然后就是卖很多假的产品，要去辨别。没有，我有时候就是很累，所以不太常在晚上玩，因为很累。很累耶，有一次我们要玩到那个凌晨不知道几点的，很夸张。啊，好可爱的家哦！我的邻居搬来了，然后他的家超可爱的，玩动森，没错。有叫外送吗？家里有，家里有。哎，他在。你看我的邻居苹果，原木凳子，超可爱的。我觉得我运气很好，因为我才刚玩，然后邻居长超可爱的，超可爱，不觉得吗？好可爱！我先吃个药，吃个食品。噔，我妈妈说我很久没有吃，所以我想要来吃。哦，不行，那个人参味真的很恶心。胶原蛋白，还有一堆维他命啊、人参啊什么什么，他就妈妈怕我没有精神，所以一定要吃这些东西。我好想买他的吸尘器哦，邻居家的吸尘器是粉红色的，好可爱哦。我要去看我的新邻居长怎样，我还没看过我的新邻居长怎样。不都是成员亲友比较可爱？什么意思？喝什么叫？就是啊，哎，还是很可爱呢，我真的很喜欢呢。你看，秋嫂，真的都很可爱。那时候柏林就说。欸，你把他们的家盖好，你就会来三个丑朋友。然后我是一只狮子，一只刚不知道什么老鼠吗还是什么粉红色那只，然后另外一只，这只应该是鸭子还是河童的，都超可爱的。我去跟他讲，我都是可爱的朋友，真的都很可爱的。粉丝都很关注成员的亲友，什么？你说动森的亲友是吗 ？Hello， 坤坤，超可爱的，他也是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好像有这么有道理耶！突然被你这样一讲，我要去鉴定化石。
是不是 ，no， 按错哦，要重按，你不觉得他按那个很久很烦？谢谢阳光送的 love， 哎，那个花要多久才会送来啊？我其实不知道。鉴定花是，我的审美就是宽容度很高。化石啊，全部都是馆藏里没有的耶，开心，对，没错，我的宽容度很高。谢阳光送的 love， yes， 我现在真的还是很懒的地，就是还没空那叫什么。三角龙的身体有了，谢姚君送的了宽容度。Hello 宁，哦不行，我的刘海真的是，我先用了音乐，再去拿我的离子夹。No。Hello， 修哲。好，先回去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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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午安，修哲。前几天韩寒跟孟纯直播讲到，前几天吗？昨天吧，昨天我突然在楼下成品遇到他们。我就想说李梦春怎么在这里这样。谢谢修哲的分享，就是我去上厕所，然后就是走进去，然后就看到李梦春在厕所里面晃来晃去，然后李梦春怎么在这里这样，是吗？是昨天吗？昨天是这样，有遇到啦。我看看怎么都没有石头给我弹砍啊。啊，这里找到了，斧头，锵！哎呦，锵！没了吗？啊？礼拜二的直播，他讲我干嘛？厕所晃，他好像在厕所换衣服，最不适合他逛的地方是吗？礼拜二直播他讲什么？公司没厕，就是进公司前先换衣服吧，他们，然后就顺便买东西吃，然后他们吃到一半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来问我要吃什么。像刚上的巨蟹宝宝，这只是什么？虎甲虫啊，虎甲虫蛮贵的，好了，抓一下好了。虽然我觉得他好烦哦，哎呦喂，在厕所是没有啦。他跟韩寒连线说大家坏话啊，他讲我什么？他有讲我什么吗？买糖果的地方，没错，没有，楼下没时间，我们都会去那边买吃的。韩梦爆料大会，他们爆料什么？与世界连接的大门。收到。巴列岛。我今天要去巴列岛。我看一下。华语嗨歌。哦，好嗨哦！先不要好了，有点太嗨了。我先回去，我看一下。哒哒哒哒。向经典致敬。噔噔噔，MV 破译神曲，
看看，是在讲灵异坏话，原来如此。他们讲你是50kg， 但没有五十的人。什么？那就不是50kg。好啦，这个团体是不是？好啦，算了，反正我也就是洗不掉这个团体。对啊，这是讲好话呢，还不错啦，可以可以，这样还不错啊。我还学林梦辰听抖音歌，心结，就是我就真的没有，好像把这首整个忘记，这样更坏了。那我是不是该开心？他们还要记得我，记得讲我坏话这样。我去拿离子夹，等我一下下。啊，我顺便拿我的布丁。吃我的布丁好了，哎，我的那个汤匙嘞？因为我的汤匙消失了，好吧，那我就拿这里的。哎，啊，我离子夹怎么也消失了？小妈带走，没有没有，在这里哦。哎，真的有吓到我，好可怕！哎，没有啦，不会全家都搬啊，那太可怕了。先这样，我想听这个。嘿，各种不见。去巴列岛玩。Hello 旅馆，我很久没有穿，是吧？你看我的布丁，这上面是蛋糕，然后下面是这超好吃的，这真的超级好吃。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家，我阿姨买回来，可是超好吃。我第一次吃真好哇，因为我很讨厌下面是苦的那种焦糖，可它不是，它都是甜的。超棒，超喜欢！我要找巴黎，耶、yeah! ！高级货的感觉好像还好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超甜的，哎、欸，超好吃。我以为结果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家，就刚好就是我阿姨连续两天买的这家，就很好吃。哎，啊，我怎么打不开？啊，有了有了，超棒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样下去，然后挖起来。哎呦喂，噔，超好吃。超好吃，今天刘海我要来用了。那、啊，你刚好提醒我，我刚直接忘记我在用离子夹这件事情。
好了。谢谢明天唱新这段。戴着皇冠假的，没错吧？什么？哒哒哒哒哒哒！哈！我没有带我的结晶出门呢。学校好像有几天夜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我以前也会有。Hello， 黄鱼切的都变呆了，没错，很呆哦。新的婚礼家具来了来了，我要帮你们，我要帮他们制作婚礼布景。但我没有带那个出门，再放到家里面，讨厌。等一下回去拿再出来一次。明天再换。他是到什么时候活动？吃布丁玩动身，没错。哎，我真的不想要再听那个了，直接不想听。对，都有，太棒了。有没有其他歌单呢？我看一下。大家都在听。啊！怎么跑那么久？未充电？怎么会未充电？他怎么了？有了有了，吓死我了！可是它坏掉了，应该有新歌配合毕业季，好棒哦，好好。寄汤匙之后 ，WiFi 也消失。没错，等一下哦，它现在有点坏掉的感觉，这边那种活动，对。婚礼桌，那主桌一定要有一个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先。噔噔噔。哎，是吗？婚礼桌主桌一个，然后这边。6月26吧，听说。Siri 出来讲话，不会 ，Siri 不会讲话。啊，哎，我突然忘记怎么按复制。可爱典雅。可是不是，哎 ，no， oh my god， 怎么会变这样？ Okay. 然后嘞，啊，我要怎么复制啊？那不会耶。Oh my god， 不是这个，哎，是哪个？什
怎么连成员都生气？谢谢齐森先生的巨蟹宝宝。可是我还没有用好。哎，这个要怎么复制啊？突然忘记怎么复制。谢谢周君送的玫瑰，就是在那个的时候。算了，还是先。好，收。唱错谁不是？放一个烟。谢谢柔君送的玫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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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，可爱。今天是来看雨木玩，没错，我真的是玩得很慢，就是都没有。都没有玩到。我看一下哦。那时候本来就随意玩，不行，我要跟你讲，我看了很多，然后结果发现他们会把就是那个岛啊，变成什么阿拉西岛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想要也变成这样，很忙，当然玩的慢，对啊，可是就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慢。就是这样。等一下玩完，我要来办正事。办正事什么？我要来办正事。可以把阿拉西岛攻下来，不，那不是用攻的，那个我要自己把我的岛变成阿拉西岛。你知道肉肉他们家的他们岛的岛歌是 You Are My Soul Soul， 超棒的，因为他姐姐跟我一样是那个艾巴江的推，所以里面都是。绿绿的这样，终于要办正事，没错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随便。终于要办。对啊，他的岛歌就是 You Are My Soul Soul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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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超棒的，我觉得这次是 You Are My Soul Soul 这样，这次是把布丁吃完吗？不是啦，婚礼派对抢 ，Yes。看一下，这样。OK， 等一下哦 ，Oh my God， 不是这个，好，这样 ，Oh my， 不对耶，那没关系，那我就这样，不对啊，这样也不对啊，怎么办？哦，我这直玩起来
小复制是 ZR， OK， right， oh my god， 算了，哎，不对， no， 好烦哦，我的岛今天开始，为什么开始积雪？怎么会？你是南方岛吗？继续来吃我的。嗯，我前阵子不是有宣传那个R送的小卡，我后来搞懂他要干嘛了，各位，直接一开始都搞不懂他要干嘛，就是到时候会是人气，就是看拼人气，然后人气高的。就是会有一个冠军团，是冠军团出道，然后还会有一个人气团出道，然后那一个就是拼人气团的意思。嗯，等一下，对，那个就是拼人气团的意思。你也搞，就是，可是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之后还会有一个。个人的投票，所以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不知道，我的战略是看情况，因为那个是到八月投，就是可以买到八月底的样子，所以那时候就是看情况，看战略再决定。我是对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卡停住了，所以没关系，先不轻举妄动是。还是要有战略。嗯，买一张，因为一张不用钱啊，刚好125一张不用钱。我明天就要首播了，那加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，对。我就是这样推，就是先观察，因为这节目实在是太搞不清楚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所以对，所以先静观其变这样子。100块，那么贵啊？可能播出之后就会明朗了吧，因为我们现在也只有我不清楚，没有，我不清楚会先去问别人，但是问完别人都还是不清楚，那就是其他人都不清楚。我没有那么笨，就是。没关系，我们看明天，明天几点？9点首播。我的握把布哪有？都满头问号。晚上9点，应该是晚上9点，然后到11点，在 YouTube 上面播，还有 ET Today。上面播这样子，哎呀，到时候还在睡，晚上呢？是晚上呢？应该在看成员直播。好的。没关系，想要用成啊 ，no， 这样，
然后这个放到旁边。嗯，啊，是什么啊？是这个啊。哦，怎么转不过去？哦，这里应该会看手，要直播一起看，真的假的？被爆雷说玉林在节目哭了，预告很多啊，预告很多哎、欸，但是我不知道第一集的内容是播到哪里。不知道第一集内容播到哪，哇，要几个人这边哦？那个我真的其实忘记是什么时候讲的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播了，就每一集都看就对了。给我什么啦？确定那个时间你有空看吗？怎么了？综合喵喵要干嘛？综合喵喵要做什么呢？噔噔。小青要边直播边看哦。那我也想要看。北极星要干嘛？小青看，哎，真的哎，那刚好可以看。怎么那么好？好吧，看看典雅的，我要让主桌变成白色的。我不是那，对啊，我不是那时候有时间会边看边玩斗神，不会啦。我要，嘿，哎哎，哦。但重心放在动身上，不会啦，我觉得我不会，还是会看啦，可应该是边吃边看，要约全家一起看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家知不知道，妈妈知道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家其他人知不知道我有参加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参，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参加欸。这还倒是就是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参加。啊 ，no， 等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把我消失，然后 ZR 是。不是全家都说，不是啊，通常妈妈不会跟其他人说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家比较传统吧，所以其实我在干嘛，我们家都不太知道。就是不会讲。我觉得弟弟以为你只是寄住在家里的什么的亲戚，不会好不好？弟弟知道，弟弟会知道，弟弟会知道，大的会知道，忙之对 ，Hello Ben， 啊？哦、我想说怎么没有那个了，爱的结晶 ，yes， 收下来。回家这么晚，家人不好吃，不会、啊，因为家里只有
跟爸爸妈妈弟弟一起住，所以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哪里的？这是谁的？谁的 OST？ 哦，德露娜的啊，他怎么真的不行哎？他那个 WiFi 哈、哦，家具要明天才会一闭进。我想要几个，十个而已啊！我想要换墙壁耶。好，没关系。我想要换墙壁啊！为什么我的那个 WiFi 不能用不能连呢？他们知道啊。Hello， 微如，中午好。哎呦，他开始动了，太棒了。WiFi 终于彻底消失，不会，因为我这也是连 WiFi 的，可能还是。网络真的真的。先回家。浪是用我自己的网络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好，没事。Poking， 德鲁纳的 OST。我回家了。看刘山也会慢慢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？我看到啊，我先去卖东西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对啊，唱很多抒情歌。我的虎甲虫，哎，虎甲虫一只1500，其实蛮多的。我要去拿爱的结晶，然后去那边买墙壁。那墙壁超可爱的。爱的结晶。嘿。好贵。对啊，就是可以卖到1500。很棒。噔噔。其实也可以明天再去。对，我要去买家里的墙壁。我最讨厌钓鱼了，因为每次钓鱼都要等很久，然后还钓到，我竟然才钓到一只鲨鱼而已，超久的鲨鱼有够难钓的，生气，超不会钓鱼的。想搓打完，不要，巴列达哦。出发，耶！给你们看我的鲨鱼，一只应该一万到一万五之间。我有谁愿意帮我钓鱼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打不开。
收到了，你们拆箱，噔，我来看看。哦，是雨伞的，是不是？对的，当然。你知道我买的是什么？雨伞，好，放回去，开始包。第一张就是我的啦，四张梦，不会那么夸张，怎么可能会有太多梦成了，很可怕，不会不会。第一张就是我。可爱吧，我选的是草莓哦，草莓的雨衣。都是某某，不会啦，不会都是某某啦，这样太夸张了。嘿，这样，然后再来是。哦，嘉颖，噔噔，这次我会选草莓，很可爱啊！我那时候看到，我就说我要这件，然后就是草莓，然后这好像是青蛙，对不对？好像是，就他一件一个青蛙，然后我一个草莓，这样，自己织笔自己抽，没有啦，我抽不到织笔，只是。每个月都买一次，看自己的手气这样。既然有买圣经，我都会买啊，就妈妈都会买，那我都要帮她拆开来。Mina， 是 Mina， 就早走都会选青蛙，是吗？帮自己加业绩，对，妈妈都会买。可以跟你交换，你说 Mina 吗？交换谁？我看看，再来是面面啊，面面，面面，面面也是青蛙哎，好可爱哦 ！Mina， 我们这里开到一个剩下的。噔噔噔噔噔，这包开还不错，对对，再来，现在已经迫不及待，给你们看，丽姬，哎，我真的觉得我妈妈买的真的都还蛮厉害的哎，是丽姬，还有买生险，生险套是我从很久很久以前。就有的啊，以前买太多然后用不完，现在刚好可以再来用一下。噔，是要换吧，不是要换谁的？啊？你有没有看到很多？耶，欧洲。啊、好了，是我妈妈买的。我妈妈的手气是真的都不错，出来跟我们换 A。你好。我真的觉得妈妈手气真的是还真的是不错，妈妈欧洲人，对啊，请你妈妈便宜卖给我，不行，妈妈自己也要收藏，好开心哦，买到很多，塞进去，妈妈说她会自己就是拿回去放，然后结果她那边已经放一个礼拜都没有拿进去放，她是不是不想要？生气，抽到两张我的纸笔被这群人抢，两张，然后就丢到角落，不会吧？很多人要换，真的假的？不过都交换了，
有交换到就好。这包很不错，对不对？我很厉害吧？抽三抽，可能我的就没有什么要抽哦。谢谢杨公送的掌声鼓励，午安打工午安。没入深池坑，家具要明天要兑换吗？兑换，我要去兑换墙壁耶！墙壁，白色婚礼墙，绿色，要。可是明天才要，所以现在是有啦，有墙壁，可是是实验室墙。可是我就想要那个，我要把我房间打造成城堡的样子，所以必须这样。好，先回家，跌入无尽的 TTP 坑，无尽的 TTP 坑。我要回家了。城堡都要有骑士吗？什么意思？都要有骑士吗？我要讲，明天晚上9点到11点是网络首播 ，YouTube 跟 ET 图在首播，然后13号的晚上也不知道几点啦，在中天也电视上也有播，我查一下啊，我不知道到底要做正事吗？我在做啦，我在做了，让我查一下真正的播出在什么时候。真的不行欸，哈啰，我的网路觉得不行啊，不知道，我不记得，然后只看有我的画面，只看有我的画面，我不知道我没有画面，会不会我都没有画面哦。对啊，我会不会没有画面啊？整集跳掉，安尼袂使哦。他到明天才寄来哦，好久哦。哦，没有网路，还是玩动森才是真的。没有啦，我现在都没有网路，哪边都没有网路。现在节目还蛮瘦腿，应该是说。有吗？我真的很不会讲话，一直跳到有我画面，也不想花时间去看。我不知道，要看播出才会大概知道我的分量在哪里啊。对啊，还是要看才会知道我的就是分量到底在哪里。这样啊，我明明就有 WiFi 标志，为什么还连不上？开生气。你知道我昨什么时候啊？昨天还是前天？然后我要去肉肉岛上啊，肉肉要来我岛上玩，然后我就快被我的网络气死了，就真的就是一直不能连。寻找一人，耶！媒体单独转线，
其实蛮多人写的，只是我比较前面出来而已啊。金华版，我还要自己剪。不行，节目有就是要看起承转合。好了，我先把它关掉。看我这样子，那边网络会不会连比较快？看完自己剪的节目，我觉得这个节目蛮受推，蛮多不推的。啊哈哈！谢谢天暖，先不要哦，不要这样。我节目还在录哦，不要这样诅咒我。因为就是努力让自己有镜头哦，没有啦，我也不会，就是我也很不会去争啊，去什么的。节目没有起程，有啦，你要先看啊，就是第一个表演是谁，第二个表演是谁，然后我们最后名次是谁，为什么嘞？这种。还没背，什么意思？我说节目还在录呢。展现自己能力，对啊，我就是活继续活我的这样，不争不抢活我的。冲进了会的时候。你说我当最后一个嘛，然后很淡定的在那边拍照。录了几集，快录完了，快录完了。播到最后就一个，也没有。头戏，对，就是偏不太会争，要想争也就不会，很好笑。没关系的。哈哈哈！那不是我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然后我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大家一直要挤那边？有镜头是没错啦，可是就是你再怎么挤，你顶多露出一只眼睛，露出一个，哎，也不好看呐、啊，那何必嘞？然后下来就被骂，你为什么不抢镜头？抢不到啊，大家都比我高。然后被挤到中，对啊，因为旁边人一直要挤过来，然后我就往中间靠啊。可是啊，我就比较矮啊，所以就根本不喜欢人多，就是不喜欢大型争斗现场，太多人了。我那时候就被说我个性真的是。他们就说：“我真的觉得你的个性这样不行，太佛了。”我就，哦，干嘛？没有，我最矮。我们学生里面我最矮，差不多，真的是很矮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为什么突然有这首歌？直接搜哦，还有点可怕。对，我找到了各位，每周六啊 ，what？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中天综合台，还有台视，哎，台视是周日晚上8点，对，爱奇艺也是周日的晚上10点开始播，嗯，重播是中天综合台的周日凌晨3点到5点，下午2点到4点。
晚上10点到12点。镜头会自己找一隅。太突兀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太突兀？是说公车广告？哎，对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自己都没看到哎。可以，对，有看到可以拍一下传给我这样。我真的都没有看过，大家一直都有。Hello， 魏如，对，公车广告，好，我来生成，我来看一下公车广告。等我一下哦，不记得我那个。高路线离上班太啊。哦，对 ，roller coaster 好像有，他们有跳过，像请下来一下什么东西，比 TTT 巴士还难找的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我找一下，他现在又卡住了。那这个。路线离你算近的那组场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来看一下，哎，我忘记是传在哪一个群组，等我一下。嗯，查查看，公车有一个那个路线表，哎，你们这有路线表是不是？你看啦，网络又坏掉了。生气！啊！干生，哎，给你们看，木木洗澡了，木木洗完澡了。噔 ，Hello。噔噔噔噔，看一下。木木神清气爽，没错。噔噔噔，公车。诶，不是这个吗？在哪个啊？奇怪。怎么还是那么熟？啊，对了，027跟311，没错没错，我就是要找这个，可是怎么发现找不到？没有，他有碰起来。嗯，不行，027跟311永远不会哈啊，找到了，来喽。方块是大南客运的蓝27跟311，梅花小晴的是大有客运的620跟252。啊，我不知道跑哪里啦，我看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截图。Oh my god！ 哦哟，他一直跑哎，不要跑了。都搭不到，因为你在那个南部、东部。来，我来，等一下。而且现在跑的都是血钻石的，其他团都还没有看过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他团都不去呀，呛到。没有，可是他没有在那个吧？其他团可能晚一点吧，因为都有啊，都有放出来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比较闲。620跟252，哎，620好像我以前学校常搭呢，是吗？是那一台吗？哦，那一台621。哎，音乐讲那组没有啦，没话我看到在宣传。可是有照片了吗？因为我们都只看到照片，然后全部梅花也都是说血钻石的照片这样子，好像有人说哎呀，想看梅花的。你不要自爆，没关系啊。我看一下，
我要找什么？公车，找公车的那个，台北等公车，620。哦，没有啦，在40哎，620是40哎，40到内湖，哦，都有到内湖啊，他们是不是都找都有到内湖的？还是因为那个摄影棚在内湖，所以才这样。找时间再去买252，我来看看252是什么，252，石壁坑木栅那边到景美后江，怎么跳那么远？他们去哪？到西门那边啊，西门那边好像比较近哦。这是梅花的啊，我们学钻石的是327跟31，327就是那个市政府那边，这个我知道。我那时候去查的时候还发现我暗星星，可能小时候常做了。327是立山高中，就是内湖那边到市政府。然后311是中和高中，中和中和喵喵，你可以去看311，在中和高中那边，连城路什么的，太和街、中和庙口、南山高中那边，然后一直到永和国小、永福桥、自来水，到公馆了，台大那边，然后再到仁爱路路口，然后到国父纪念馆，再到松山高中，再到松山车站，这样市政府也有。很棒啊，311超棒的，综合发都可以去第一张吗？对，可以，311可以。那请问你们有推其他团的吗？你们还有推其他团的吗？你们要看导师的吗？导师的很多，导师的有214311660282跟278。不就每天都会看到广告，很棒呢。有广告，没看过。还是我今天去晃晃，然后去那边等我的公车。那我要去跟对不对？哦，什么排队的阿妈说这是我呢。只爱看钻石跟美华，好。想说顺便一起告诉你们，我都翻到了。只是我的脸超小的，就是放在那个上面的脸超小的，其他脸都很大一颗，但没有见过脸超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奇怪。啊。趁大家在上车的时候，赶快去拍照，这样。对啊，为什么是半身？人家都大头照，然后我是半身照，超怪的哎！我很问号，我超问号的。司机会气死。没有啊，趁大家上车的时候就不影响到他，对不对？不会影响到他呀。我看，今天还会有新的预告吗？有新的预告吗？我来看看。那时候他们就在讨论，然后说为什么一云脸那么小，然后想说我怎么知道啊？直接把我放半身欸，他们都没有在统一的欸，超怪的。啊，我明天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东西。对啊，小晴好聪明哦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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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？哦，52名抢位战，没叫稿就放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有点赶时间？现在要上 lab， 我在看其他人的会不会大小差那么多。好，大头照脸会太没有啊，其他人的脸也都被放得很大啊，真的是奇怪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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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继续放音乐。现在已经在天上星星的旋律了。可就很小一个，大家都大脸，这样公车过去就啊脸好大这样子，可是我就小小一个。嗯，我看一下。脸小一点蛮好，有差别会特别，会吗？应该是要大家脸都很小，然后我一个脸特别大才会注意我。不是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差。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我都觉得还好。对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就是要找新歌。对，反正他们就说，我说哦，对耶，这样，呵呵就对耶。脸大的比较容易被注意到，对啊，脸大的比较容易被注意到啊。那我就脸小，没关系，脸吧，先不要、哦，先不要。最近哦，有昨天才看过他，我最近比较少，有啦，昨天才看。对啊，所以我整个画面就是我的上半身这样，都看不到。我在想，因为我现在不饿，吃完一个布丁之后就不饿了。可是晚上又要练习，好犹豫哦，因为家里还有咸水鸡啦，可是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吃。被说气头声，没有，那是只有半的，可是好饱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要出门找妈妈。虽然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哦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犹豫就是吃。真的没有很想吃，我很想吃零食，每次都吃零食。那我晚一点再吃吧，因为我是晚上的工作。小猫寻亲，万里寻亲，没错。More and more。哈。我想一下，好犹豫哦，怎么办？我再去拿饼干来吃好了。饼干就在旁边啊，
噔噔噔。哦，你知道我们昨天去跑步，然后大腿现在超酸的，跑步完还做肌力哦，傻眼，真的酸到一个爆炸。看到一个旋动，其实跑步是不会累，可是对我八圈跑完还活蹦乱跳的，可是重点是八圈跑完休息半小时开始做肌力，整个就是啊做肌力，而且我一直在养我的腿，就是我很不想动我的大腿，结果大腿肌力超多，然后快死掉了，很难过哎。我真的很怕我的肌肉长回来，现在海一在都还没消，又要做那个。我八圈跑完真的是活蹦乱跳的。跑完做肌力感觉会抖，对啊，就大家都在乱做，你知道吗？就肌力感觉是乱做的，蛮有力，对。都肌肉爆炸，因为有些人是没有肌肉，所以要做。可是啊，我就肌肉太多，就不想做。八千差不多，有吗？哦，没有到八千呐，应该五六千而已，五六千。可是我不会累，就是因为是慢跑，所以就是很轻松。我觉得蛮轻松的，就我从头讲话讲到尾，然后就这样走了，然后就开始讲话讲到尾，然后其他人都已经快不行，都不能就讲不出话，然后我就很吵。八圈是4公里，我们跑大圈的。我们是跑那个走道外围，就不是建物那一圈，是建物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走道，就是人在走的地方的最外围，我们跑那个最外围，所以应该有五六哎，有五六公里，我那时候目测是五六公里，不是啊，一般一圈。500是500，我没有查过，一圈是500，可是我们跑外圈。我们跑外圈呢、欸？对啊，他们以为是草，不是不是，是博物馆建物啊，博物馆什么？那个中正哦，国父纪念馆的，没有带 GPS， 没有，不是操场，不是操场，是。国父纪念馆的外面，建物的最外圈这样，所以很五六，对，差不多五六。然后我就在讲话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好了，姐姐快不行了，先等一下。”哦，好。因为整个年纪算小的，然后在那边哦，好好好，只有另外一个比我更小的陪我讲话，我们就两个很吵，因为两个体力都还可以这样。姐姐体力不对啊，他们都好，他们说好好，等一下，就讲不出话，很好笑。然后只有我们很开心，因为就很久没有跑步，因为我是一个我不喜欢在炎热的夏天跑步，但是比我小哦，那是梅花的，梅花配寒也不知道去哪了，但好像好像在后面吧，我忘记了，
旁边是闪闪，闪闪18岁吧，我19岁，他差我一届，他现在高三，我大一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唯二血钻11开头的，所以我们两个在那边很吵。他们说老了有差，不知道他应该在后面，佩涵应该在后面。这只我不喜欢在大太阳，就是很热的天气跑步，但是其实我不讨厌跑步，因为我觉得就还好，就是不会特别累。年纪偏大。对，他们年纪偏大，没有啦，也没有差多少啦。对，反正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练跑步，所以还好，就不太会累。全出来一个啦，没有，因为台湾的环境吧，所以都是年纪会偏大。台湾的演艺圈啊，台湾的教育环境，然后。就不太会想要让自己的小孩进演艺圈，所以通常都是小孩长大之后，然后才开始接触，所以会选就是女团的年纪会偏大。短跑还行哦，短跑我不行，长跑我可以。短跑真的不行，大太阳对啊，就很讨厌在炎热的气候跑步，真的会很痛苦。发现以前念军校，我不是念军校，好了，差不多啦。发现的，真的是他就是以前苦到现在，真的是让我很轻松。因为他们常常跳舞跳到一半就说我不行了，我想说，我就跳舞还要就站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全部都趴下，我想说有那么累吗？我就生气，我在想说起来在练啊，然后我就不行了不行了，啊？我会傻眼，没有军校假的，帝国军什么东西？体力真好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被当就是体力训练，一直从国小吧，拔河队，国中没有，可是到高中又有了，就体能训练这样，所以我体能我自己觉得就是还可以。但是体力这么差，姐姐你各位啊，对啊，但是我又我是佛系的那种，所以我就这样看一看，然后就好，那休息一下，然后休息久了之后，我觉得有点太久了，我就会要练了吗？我说太久的话，我就会这样滑一下手机，要练了吗？然后他们就哦，好，然后赶快起来。我还是会休息，对，只是我会觉得哈，就是体力有差，真的有差，觉得体力真的差很多，就是体力还是要好啦，不然会很辛苦。体力就会怕，没有。因为至少还是为了一个同一个目标在前进嘛，所以当然还是大家一起努力，但是就是体力方面真的要再加强。觉得突然觉得 TP 是不是体力还行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没说，就是没有人敢坐下吧？对啊。而且其实我们 TTP 的舞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到很累，除了某几首会很痛苦以外，我突然想到某几首真的是很痛苦，哎，肚子都跑出来了，那再回去跑步。可是大部分的歌其实还好，这样。还有天中地地王，
对我来说大部分都很轻松，对，连你都同时就是跟你讲哪几首歌好不好？那个 AKB48 TTP 什么哒哒哒哒哒，突然忘记歌词。哦，那首歌就从头到尾不一直这样，但是训练肺活量，然后还要唱歌，更唱不了。那首歌超累的。在 Only Today 跳到第，就是没有肾上腺激素的爆发的话 ，Only Today 跳的话超累。太久没唱了，一直跳，对啊。Only Today 通常都是彩排的时候会累到一个爆炸，可是正式来说还好，这样，通常都是这样这样。对，差不多这两首，这两首特别累。TV 参上不累 ，TV 参上不会。他只有跳一下下啊，他只有跳一下下，还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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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想起还得继续像这样活下去，我觉得，对，就还好。中间的无聊透顶，看一下。想一下还有什么歌？啾啾啾，哦，啾啾啾，啾啾啾还可以。哦，绿草地超简，樱花瓣啦。哦，绿草地也是。绿草地走最后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那边有动作，其他都没有动作。就绿草地啊，樱花瓣啊，最开心啊，纸飞机啊，哈哈。好，对啊，就这慢歌，慢歌是最开心的休息时间。真的，慢歌是最开心的休息时间。对，哦，这次的 mini concert 没办法参加，可以拍抖音吗？应该是啊，哈哈，我有跳过啊，最喜欢走来走去。对啊，走来走去最简单。在那什么看不到了，没错，上次也没有看到的嘞。哎，这是因为就好像行程卡到，所以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下次会在，应该吧。下次我们要来，对，再下一次要来。上次没抽到银组。少拿一只扇子，让你轻松了一次。没事，下次你们要来。很可惜耶，这次很想跳耶，哎，都练过，就是练好了，但是因为就临时不太行，直接不行，我好想跳 mini concert。谢谢四月送的巨蟹宝宝。我刘海怎么一直掉下来？没买到票哦。好啦，我要念排名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来见我耶。念个排名，第八名是明君，第七名是玉人，第六名是阿凯，第五名是四月，第四名是欧君，第三名是齐生雀，第二名是杨公公，第一名是小恶魔。谢谢，谢谢北极星送我来签到，这样就可以喊名啊？什么？员工作也不错啊，对，好，就是可惜了一下下，啊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，天使姐我手会见，没错，大家拜拜，三，二，一，拜拜。拜，哦，谢谢贝送的 love， 拜拜。关了。